你是早起才念卡皮呢？嗯哼哼哼哼，口腔卡皮。它在破掉，不然它消失。它在动，消失，消失的神奇泡泡。它就会破掉的。对呀、如果它没有硬硬的、软软的，碰到硬硬的东西就会刺到刺刺的东西，然后就会破掉。真的，因为它粘在硬硬的地方。那你的吸管不要，吸管先这样插，不要吹的时候插在这里，哦，等一下那个再洗，哦，你这样子倒过来，那个肥皂水就会流到嘴巴那里去哦，啊，你在洗碗，这个大漩涡，哇，再用大漩涡，变成很多泡泡了。出来一个太阳。呼！呼！哇，超多泡泡的，超多泡泡耶！又在偷喝了。